大家见过这种番茄没有？非常好看，晶莹剔透的，非常像那种黄宝石那种感觉。这个品种的番茄是模仿人家，好像以色列吧，以色列一个叫夏日阳光的一个品种，像那个品种，一般说你种不起，进口到中国以后，一粒种子批发价格是在7块，一亩地种2000棵吧，就这个种子的话，就合到14000块钱了，再加上育苗，然后再加一个出芽率，所以说就是一亩地的你的苗成本都合到1万5、6了，所以说我们中国人还比较聪明啊，根据他们这个品种的一个特性呢，我们市场上现在已经开始很多出现这种品种了，就是这种品种啊，实际上它的形状，包括口感，实际上我感觉和那个夏日阳光啊没啥区别。我们可以摘一个，大家看一下，你看它这个形状。基本上属于正圆形，皮儿特别薄。我挤开一点看看，你看这个汁水还是非常饱满的。不过这个品种你看啊，虽然说好吃，但产量比较低。看一下是吧？它这一每一穗结不了多少果。实际上我在管理的时候也很注意了，但是。它这个瓜果量还是比较低的。